起来开心跳舞喽！同学们，多运动跟多跳舞呢，可以让我们体力越来越好，而且呢，可以让你整个人看起来神清气爽哦。没错，这样学生上课呢也不会容易打瞌睡啊。嗯，这样做任何事情都非常有活力，而且有效率，让我们充满了正面能量，对不对？那还等什么呢？赶快一起来跳舞喽 ！Yeah，popping popping popping popping。精神了，对不对？各位同学，我们要见面啦！耶！老师今天要教我们什么样 popping 的动作呢？哎呦，今天教的大家一定会喜欢的哦。哎呦，教什么呢？教的是 popping 跟 floating。floating 是什么 ？floating 是什么呢 ？floating 这字面上是代表说，哎，正在漂浮、移动的意思。哦，所以我们今天都会漂浮起来吗？那当然，我教大家悟空术。你看我今天穿的是孙悟空的衣服吗？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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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哦，这个七星姐姐也行。我有看哦，七龙珠太屌了。只要今天跟着我们一起跳舞的同学都可以一起漂浮了，好不好？期待吗？期待。好，那我马上就一起来学这个 popping and floating， 各就各位。马上进行我们第一个八拍的教学，第一个八我们就要先从 popping 开始，好，所以我们就先从我们的右边，好 ，OK， 然后 one，OK，two， 大家还记得怎么震吧？哈，你的脚、你的胸、你的手都可以去做这个效果，所以一下、两下、两下、两下 ，OK， 你看 ，one，two，three，four，easy， 来，再一次，五、六、七、八。1 2 3 4，哎呦，很好。接下来我们之前学过的叫 double workout， 大家不知道还记不记得？记得。好，那我们就抬我们的左脚出去。OK， five six， OK， 往45度踩，然后 7 8，我们震两下，震两下，对，震两下。OK， 我们再来一次，从头，一棒，二棒，转过来，然后3 4 5 6。震两下，对，完全是纯 popping 硬碰硬的，好吗？大家要震一下 ，OK？ 那我们就顺数了哈，五、六、七、八 ，1 2 3 4 5 6 7 8，耶！感受到了震动了吗？有，非常震点，震点。刚才你开场的震点真的是吓死我了，真的吗？对对对对，哎呦，就是要拿出这股拼劲，好不好？这个精神就对了。对对对，我们再一次，来五、六、七、八。1 2 3 4 5 6 7 8 OK OK Music Yeah 恭喜 Come on We do popping Yeah Woo Yes 5 6 5 6 7 Go 1 2 3 4 5 6 7 8 Yeah 哇、wow. 有点一点点快，但大家一定跟得上，一定可以。再一次，预备。Popping， 哟，六、五、六、七、八 ，1 2 3 4 5 6 7 8，哎，耶！好，马上要进行我们的 floating 的特辑了，对，哇，飞起来了，好了，我们要飞起来喽。第二个八要怎么飞呢？你看，先把我们的右脚抬起来 ，one，OK， 然后 two， 哎，有没有感觉？哎，你脚到底有没有摸到地板呢？也究竟滑过，究竟我的脚啊，追逐的感觉，对对，追逐有没有啊？好，我们认真一点 ，OK， 弯，对不对？你的右脚抬起来，嗯，那你滑下去的时候，你的左脚其实要踮脚尖，会有一个另外一个效果，有没有？哇，哦，包在这里，哇哦 ，OK， 所以你看哦 ，one two three four。对，就滑下来，再一次，你看 ，1 2 3 4落地 ，OK， 可以吗？可以。
观众朋友清楚吗？这就是我们 magic 魔术的脚法。再次，one two three four。重点是我们脚尖要踮起来，对对对，要踮起来。接下来，哇，又要 floating 了，哇，这个有一点点难度哦，哈，没关系。你看到、哦、我们的左脚的脚跟是不是立起来的？要踩下去，再换你的左脚，然后最后右脚到这里。对，这个诀窍是你的脚呢，哈，要保持贴在地板上的平行移动。懂我意思吗？你不能这样哦，这样子。这样完全没有漂浮的感觉。你看一下，你看一下我的脚哈，你看，哇，好顺畅哦，对，感觉在地板上移动的感觉。喜欢 Michael Jackson 的朋友就可以看得出来，这个是 Michael 的脚法，对 ，Michael Jackson 太空漫步 ，Yes， 对，就是这种感觉，好不好？好，所以呢，我们再试一次哦。好，好，你看，我们从这个四，然后五的时候呢，你的左脚脚跟五踩下去，然后你的身体往右边走。五六七八，然后最后你的右脚的脚尖会踮起来。OK， 好 ，OK， 好，那我们从第二个八拍开始哦，好，这样子，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对，就这么简单。如果你真的还做不到诀窍的话呢，我建议你就是整个脚板拖在地板上走。先拖着地板上走，对，建立起那个滑的感觉，对，不要有这样子踮起来这样走，这样完全就不会有滑的感觉。OK， 好，哎、呦好，欣姐擦地板是不是，所以我就先这样练习，对不对 ？OK， 这样练习啊，所以你那个滑的感觉，你要有个动能被拉过去的感觉。你看我上半身会稍微转一下，转面，然后面对到那边，对。搭配的脚法 ，OK， 好，对对对，推的那个老师推的那个动力哦，你看老师推的那个动力是，哦，没有把自己脚推过来，哇哦，对，你看背到过去，哇哦，有个口诀，老师最喜欢口诀，对不对 ？OK， 这个口诀跟一个艺人有关，哦，会猜谜吗？什么艺人你知道吗？叫做什么？彩华王彩华姐姐，哎呦，哎，我彩华，我彩再华，哎呀妈。彩华，谢谢彩华，我们一起来彩华。老师喜欢教课的时候最喜欢，哎，来各位同学，彩华，再彩，再华，对，哇，太有趣了。啊，Bobby，先不要，好笑，哎，先不要，好 ，OK，OK， 我要很设计一点，对，好 ，OK， 所以这就是踩过去的那个动力，你要动力，过去。上半身不能这样子乱扭哈，你上半身要有点平的 ，hold 住平的，所以看，如果你看摄影大哥那个 take 我的上半身，对，就这样子滑，哇，哎，平移的，漂浮的感觉，对对对，这种感觉 ，OK OK， 好，那我们就放音乐啦，好吗？耶，第二个 floating， 耶，一起 floating 漂浮哦 ，Come on， 漂浮的感觉，耶，预备 ，5 6 5 6 7 go， 1 2 3 4 5 6 7 8，对，很好，就这么简单，再次，好 ，5 6 5 6 7 8， 1 2 3 4 5 6 7 8，耶呼！耶，所以我们要从。跳到第二个八了 ，Poppy and Floating，Come on， 动起来，对，动起来，预备 ，Five， 对，右手 ，Five， six， seven， go， 1 2 3 4 5 6 7 8 ，Floating， 彩华 ，Pose， yeah， 对，口诀，想起来吗？有，彩华，再次 ，5 6 5 6 7 go， 1 2 3 4 5 6 7 8，耶，酷酷酷，是这样子 ，popping 跟 floating， 耶嘿，欢迎回到我们的快乐来运动，健康动动，耶嘿，老师。
把口诀念出来就对了，对不对？没有错。彩华，彩华，印象深刻，印象深刻。而且呢，在跳的时候你非常多乐趣啊，对不对？对对 对, 对。好，我们已经把两个八拍学完喽，接下来进行的是第三个八拍。哎呦，好，各就各位。对，所以我们最后的 pose 是停在这里，对不对？我们主角在前面 ，OK。接下来，哎，又跟彩华姐姐有关系了， okay. 好不好？所以呢，我们这时候我们要踩，哎，我想想看，我们要这样，哦，不对哦，我们是这只脚在前面、哦，对对对，这只脚，嗯，我们是右脚在前面，然后接下来的时候，我们要踩右脚踩下去，下踩，对 ，OK。可是一的时候不动，因为什么？我们有五六七八，我们给大家一个喘息的空间，六七八，一不动，二才动，好吗？好，一二二 ，OK。三四 ，OK， 好、okay, ，这种感觉，你看哦、嗯，慢动作来了 ，Michael 的经典，以后哦，太空步，来，先看我瘦了一下，噔噔噔噔噔噔噔，哇，去哪里了？嘿，嘿，对对对对对，哇 ，floating 的感觉 ，OK， 好，哇，它其实还有个专有名称，嗯，哎，在这边。导正大家试听哈，有时候哎看有些节目或什么的说，嗯，哦 ，Michael 的月球漫步 ，No， 这个动作不叫月球漫步，它有一个更贴切的名字叫什么 ？Backside。往后的滑步，哪个比较贴切？哦，这个比较贴切，往后滑步 ，backside，OK，、okay, okay, 所以大家以后都要讲说 backside， 对 ，backside， 不要再讲月球漫步了，这、okay, 我真的想不透这跟月球漫步有什么关系，好不好 ？OK，OK，OK，、okay, okay, okay, 好，所以来机会教育结束 ，OK， 所以是这样，对不对？我们又来到前面，所以一的时候不动，一、二、三、四。OK， 嗯，好，试在这边，然后五的时候呢，你要这样 twist 五哦 twist 对，之前学过 twist 对，五六转到正面，六，然后七手，对，然后八收你的右脚，八收回来 ，yes， 可以吗？好，可以，再一次 ，yeah， 再一次 yeah, ，backside， 我觉得其实我们可以一起动看看哦，好啊，好啊。有七八 ，one two three four，OK，、okay, 这样子变成左脚在前面，好，好不好？再试一次 ，OK。你看你这个脚尖呢，哈，就是要这样子，你看，哎，颠颠，踩的时候才滑，嗯，踩滑，踩滑，对，完全是踩滑， okay, 对，再踩一次，对，再一次，来，要踩下去，右脚踩下去哦，六七八 ，one two three four，OK，、okay, 到这边，然后 five 的时候 twist。Five, OK, six, seven, eight, yeah, 这是第三个八拍。好 ，OK, 好。所以这个五的时候呢，我觉得你要稍微停，对不对？正正正，就要正一下。哦，要正。OK, 要 pop, 我们要 popping 跟 floating,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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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 music 咯。好 ，Let's go do the music, yeah, 第三个八拍，各位来跳喽 ，Come on, yeah.预备哦，好，好 ，five six seven go one two three four five six seven eight yes， 再一次，好 ，five six seven go one two three four five six seven eight yes， 一路上八很好。Yeah. 对，你会觉得说，哎，你看不急不徐的踩，其实会比较有效果。所以在练这个 floating 的时候，真的你不要太管。音乐的时候，哦，我要对到什么？不用，好，对，就是我们要做效果出来比较重要， okay, 效果 ，OK， 所以反正是随性在那个拍子上面把效果做出来，没有错，哦，好，所以我们要教第四个八拍喽，好 ，OK， 这边对不对？对，所以我们一的时候呢，一样要 popping 哦，一 and 二，一，对，往我们的右边跳，然后右脚先动，六七八 ，one and two， 然后完全 pop，OK，two，、okay, 然后 floating 又来了。我们要往前的感觉，好，原地踏步踩滑的感觉 ，OK， 所以 one、okay. and two three 的时候先触你的右脚，好 ，three four five six，OK，、okay, 我们滑四步哦，好，好，嗯，右左右左 ，OK， 最后一下用踩的，好吗？再一次哦，好，我们从这个怎么样？这个。对，从第四个八，五六七八，一 and 二三四五六 ，OK。最后动作很简单，我们要 popping， 所以我们双手伸起来，七 pop， 七八八 pop， 对，就是很基本的 pose。嗯，砰砰砰，对，就是 floating 跟 popping 的结合。对 ，OK。所以第四个八再一次，好，五六七八。一 and 二
三四五六七八。耶、yeah, ，就完成喽！完成第四个八拍。对，先放第四个八，因为我们来试试看。耶、yeah, ，第四个八，跟你来跳喽 ！Come on， music， yes， five， six， five， six， seven， go， one and two， three， four， five， six， seven， eight， yes， 有没有感觉在原地跑步？有没有？你看，老师侧面。哇哇哇！对，好吗？滑滑滑滑，耶 ！OK， 哎呦，不是变成彩滑，是变滑彩了。滑彩，滑彩，滑彩，OK，OK， 好吧，那我们从第三个八，好不好？好，直接对音乐来喽。好，好，破先摆好 ，OK。Five, six, five, six, seven, go. One, two, three, twist. 五六七八，正走走，滑踩滑踩 ，pose, boom, yes. 对了吗？再一次，再一次，再一次，来滑，加油，踩滑哦。Five, six, seven, go. One, two, three, four, five, six, seven, eight. One and two, three, four, five, six, seven, eight. Yeah.马上我们要开始跳我们第一个八到第四个八了啊！好，这边 forty， 废话不多说，马上给我动起来，好不好？好，没问题。OK， five， six， five， six， seven， eight， one， two， three， four， five， six， seven， eight， one， two， three， four， 彩滑，五六七八，一二三四，咚吧，滑彩，哇哎，咚哈，呵哈。耶、yeah, ，可以吗？可以，是不是还要再一次？要、yeah, ，需要再一次，再一次，再一次。五六五六七八 ，one two three four five six seven eight，one two three four five six seven eight，one two three four five six seven eight，one and two， 滑彩 ，four five six seven。好玩了，对不对？一直在漂浮 popping， 漂浮 popping， 没错。然后呢，一直踩滑滑踩，踩滑滑踩，没错。哎呦，那个口诀一直在心中不断的浮现呢。That's right， that's right， 记在里。对，很好玩，对不对？哇、哦，很喘很喘，但是呢，非常开心，流很多汗，对，对不对？这样就对了，这样子呢，会越来越有精神，对不对？耶！好，各位同学已经把所有动作呢，我们都教完了，接下来呢，就是要进行的重点总复习。好，各就各位。我就说，很多同学呢哈最喜欢问老师就是，哎，老师可不可以教我滑步啊？哎，教我滑步，或是一些什么那种看起来可以那个吸引同学的技巧，因为你这个东西一出去哦，大家就觉得哇，怎么做的，对不对？对对，所以今天老师就是真的带给大家这个东西 ，floating， floating， 它不是个动作，它是个 style， 对不对？因为它感觉就像哎你在漂浮，嗯哼 ，OK， 好。但是我们今天一开始讲的是什么 popping， 我们还是要来教一下 popping， OK， 好，重点总复习来，第一个八，好，好，先往你的右边靠，然后要正，正，正， OK， 六七八， one two three four， OK， 然后 five 的时候，哎，踩出你的左脚， five， six， 然后正两下， seven， eight， 然后嘞， one， 抬脚， fourteen 哦， two， three， four， 脚点起来， OK。然后呢，这脚法很重要，我们换重心，左脚往下踩。嗯 ，five six seven eight， OK， 然后脚尖踮起来。好，嗯，然后再踩滑又来了。好了，一二三四，对，好吗？好，这个感觉再一次，因为你这个你的脚要拖比较长一点，你看 ，OK， 一二三四 ，OK， 到四哦，好，然后五的时候呢 ，twist， 你看五，什么叫 twist？ 就是你的上半身跟你下半身是分开旋转哦，五五五，六转到正面 ，OK， 七七八八 ，OK， 嗯，可以，然后简单的又 popping 一次。一 and 二往你的右边跳 ，OK， 然后往前滑 ，OK， 三四
五六 ，OK， 然后七八的时候一样是 popping， 七八 ，Yes， 这感觉好像温柔的擦地板，你有没有发现？啊，有有有，哇，非常温柔，对，所以你的脚。Floating 要有时轻，有时候重，对不对？像这感觉是很重，哇哇，对，然后看起来好像很轻，其实它是有点重重在拖。看，可是往前滑的时候，哎，感觉是哎好轻盈哦，很轻很轻，有点像小哥的感觉。小哥，小哥，非常轻盈，非常轻盈。不是不是不是，很像哦，对，有像，对，老师太有天分了。对，然后我们来运动，玉雄啊，搞不好有些小哥这样子 Floating 出场还是蛮屌。哇，太厉害了，太厉害了，太有梗了。对，重心总复习已经这样子复习完了，好不好？对对对，老师总是会想到别的地方去，我们要拉回来主题。OK OK， 所以我们顺跳一次哦。好，来我数拍子。好，五六七八 ，one two three four five six seven eight，one two three four five six seven eight，one two three four。5 6 7 8 1 2 3 4 5 6 7 8 耶吼！好，一起完了，完了，放音乐哦，大家好，跟上，好吧？好，动起来，耶！动起来了 ，Come on， everybody， popping and floating， come on， 5，再一次哦，耶，预备，好，先喘口气，预备。5 6 7 8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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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6 7 8 1 2 3 4
哇，今天体验这个 popping and floating 的结合呢，实在太成功了。我觉得我一直在漂浮啊，有没有？很好玩，没错。哦，而且呢，那个口诀念出来呢，觉得越跳越开心。对对对，啊，踩滑踩滑滑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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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滑啊，宝贝宝贝宝贝，宝宝宝贝，小哥都出来了，是不是？跳舞呢就是这么开心啦，对不对？对。好，今天呢也谢谢我们的 House 老师，掌声鼓励。粉丝按赞哦，请继续收看我们的快乐来运动，健康动手。好，马上进行我们的彩华，不是 floating 位置。耶！来，我们三位带给大家一些小惊喜哦。floating 换位置呢？哎呦，注意看哦，预备。5 6 7 go 1 2 3 4 5 6 7 8 1 2 3 4 5 6 7 81 2 3 4 5 6 7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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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3 4 5 6 7 8